喂，来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走进二腿直播间，有喜欢二腿的点点关注啊。单身的你呀、没有单身的啊、在过往云烟之中啊，不停的努力的穿。把这个小看有没有美女的，看有没有美女了，老铁。喂，呀，哎呀，喂，二奎啊，二奎，我问你个事儿行吗？可以啊，你别你可千万别。那个鱼是真鱼假鱼？啊？你那个鱼是真鱼假鱼？你呀，崔二奎呀、这句话不应该问，不应该问呐，假的呗，不应该问呗，咋的呀？就是假的呗，欢迎猪哥哥。假的就假的呗，这一天天的。你整三条甲鱼干啥？啊，这不是甲鱼，这是台霸鱼。甲鱼不这个行的吗？啊，这个行的吗？那你给我吃一口，我看看。你好坏哦！来，吃呀！我不是大懒蛋啊！不是，我全程直播，这个鱼是活的。啊，是死的，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冷冻的，搁锅里煎的啊，是不是？没事。哎，我让你看看清楚，我让你死的好惨，看着啊。你可拉倒吧，那鱼那有那么费劲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有没有费劲啊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个人好好看啊。哎，哥哥们，这是个真鱼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不用正经买了。哎，别恶心。难道我是货美食啊？你以为官方老爷就那么虎吗？让一个搞假鱼的给干直播呀？你怎么合计出来的？你家老铁呀？啊，你家老铁我自己合计的。那有点儿。我自己合计的，你说我脑残干啥？你骂我？不是，周哥，我知道，周哥哥他骂我。我不知道。他骂我，他骂我脑残，周哥哥。我知道你家，你想护着你家大哥，你说你脑残呢？我可没说你，我说你家大哥呢啊。妈，周哥哥，我们能站着坐吗？官方可能让我这个给这个浑水摸鱼吗？啊，摸的三条鱼吗？可能，万一中条、啊，万一中间那条是真的，两边那条是假的呢？我不可能哪个都捅啊，捅我老妈待会儿咋吃啊？我给老妈留着这鱼的。嗯，行哈。嗯，你真气我。噔噔噔噔。那个，来一首啊啊，很悲伤的一首歌曲啊，给我气着了啊，嗯。来一首那个，哎，我来，你不是要悲伤的歌曲吗？啊，你唱我来，啊、唱的我的心里。行，我唱。走哥哥，你可以送我一个壁咚吗？咚啥咚啊？啊，一点咚没有。谢谢哥哥的糖。蓝蓝的天上啊啊，白云呐飘啊飘啊，哎哎，好红啊！等一下，白云呐飘啊飘啊，哎哎，好红。感谢我哥哥，感谢我一哥，谢九哥，感谢我一哥，你把你的回声关了。不啊，离了，离啥呀？迪西啊，和谁离了？我不离不弃，我真离了，我真的不离不弃啊，是不是？不离不弃俩离啊，是不是离了两回了？